HSK 标准教程三练习册。第一课，周末你有什么打算？ Lesson 1. What's your plan for the weekend? 一，听力。 1. Listening. 第一部分。 Part 1.第一到五题，听对话，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。Questions 1 to 5.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 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答，好吗？一，你怎么又不高兴了？你工作一直忙，一次电影都没跟我一起看过。一，你怎么又不高兴了？你工作一直忙，一次电影都没跟我一起看过。二，喂，您好。请问是搬家公司吗？我们要搬家。请问您打算什么时候搬？二。喂，您好。请问是搬家公司吗？我们要搬家。请问您打算什么时候搬？三。爸妈，今天我给你们做晚饭，你们打算吃什么？真的呀？那我们吃点牛肉吧。三，爸妈，今天我给你们做晚饭，你们打算吃什么？真的呀？那我们吃点牛肉吧。四，今天的面包真便宜。是啊，那我们多买几个吧。四，今天的面包真便宜。是啊，那我们多买几个吧。五，这是哪儿啊？你开错了吧？我们怎么回家呀？别着急，车上有电子地图。五，这是哪儿啊？你开错了吧？我们怎么回家呀？别着急，车上有电子地图。第二部分 Part 2 第六到十题，听句子，判断对错。Questions 6 through 10.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六，这个电影一点意思也没有，我们看书吧。他不喜欢这个电影。六，这个电影一点意思也没有，我们看书吧。他不喜欢这个电影。
七。你怎么还没准备好？快点吧，没时间了。他一点儿也不着急。七。你怎么还没准备好？快点吧，没时间了。他一点儿也不着急。八。明天的考试我都复习好了，没问题。他考试考得很好。八。明天的考试我都复习好了，没问题。他考试考得很好。九。去南方旅游？去北方旅游？去哪儿旅游好呢？他还没想好去哪儿旅游。九。去南方旅游？去北方旅游？去哪儿旅游好呢？他还没想好去哪儿旅游。十。家里一个鸡蛋也没有，明天早上吃什么呀？家里还有很多鸡蛋。十。家里一个鸡蛋也没有，明天早上吃什么呀？家里还有很多鸡蛋。第三部分 Part 3第十一到十五题，听短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。Questions 11 through 15. Listen to the short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 Example 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，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，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十一。你们等一下，我穿好衣服送送你们。你太客气了，外边冷，别送了。男的打算做什么？十一。你们等一下，我穿好衣服送送你们。你太客气了，外边冷，别送了。男的打算做什么？十二。下个月我们去南方旅游，怎么样？南方我还一次都没去过呢，一直想去看看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二。下个月我们去南方旅游，怎么样？南方我还一次都没去过呢，一直想去看看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三。大宇，你快来帮我一下。这么多东西，你怎么一个人搬？你儿子去哪儿了？女的请男的做什么？十三。大宇，你快来帮我一下。这么多东西，你怎么一个人搬？
你儿子去哪儿了？女的请男的做什么？十四，别买票了，一个好看的电影都没有。那看看明天的吧。他们为什么没买票？十四，别买票了，一个好看的电影都没有。那看看明天的吧。他们为什么没买票？十五，这是哪儿啊？我没带地图，我们问问那边的游客吧。不用，我就是地图，你问我吧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十五，这是哪儿啊？我没带地图，我们问问那边的游客吧。不用，我就是地图，你问我吧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第四部分 Part 4 第16到20题，听长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。Questions 16 through 20.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 Example 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16。小周，你们搬家了？是啊，从公司南边搬到了医院北边。是吗？那你们离白雪家很近吧？对，他们家搬到了医院南边。现在小周家在哪儿？16。小周，你们搬家了？是啊，从公司南边搬到了医院北边。是吗？那你们离白雪家很近吧？对，他们家搬到了医院南边。现在小周家在哪儿？17。这是你的小猫吗？真漂亮。谢谢。它叫什么名字？我还没想好叫它什么呢。女的的猫叫什么？17。这是你的小猫吗？真漂亮。谢谢。它叫什么名字？我还没想好叫它什么呢。女的的猫叫什么？18。你帮了我这么多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晚上我请你吃饭，就去公司南边的那家饭馆。好啊，我还一次都没去过呢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18。你帮了我这么多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晚上我请你吃饭，就去公司南边的那家饭馆。好啊，
我还一次都没去过呢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九。你怎么了？一天都不高兴。明天就要考试了，我一点都没复习呢。别着急，你学得好，考试没问题。希望这次能考好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九。你怎么了？一天都不高兴。明天就要考试了，我一点都没复习呢。别着急，你学得好，考试没问题。希望这次能考好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。你桌子上有那么多书啊？对，都是我买的。你真爱读书，哪本最有意思？给我介绍一下吧。我爱买书，但是这些书我一本都没读过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。你桌子上有那么多书啊？对，都是我买的。你真爱读书，哪本最有意思？给我介绍一下吧。我爱买书，但是这些书我一本都没读过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第二课，他什么时候回来？ Lesson 2. When will he come back? 一，听力。 1. Listening.第一部分 Part 1 第一到五题，听对话，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。 Questions 1 to 5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 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答，好吗？一，真没想到，你现在这么瘦。这几年我一直在运动，每天都跑步，能不瘦吗？一，真没想到，你现在这么瘦。这几年我一直在运动，每天都跑步，能不瘦吗？二，周经理，您找我？对，小芳，你快上来，来我办公室。二，周经理，您找我？对，小芳，你快上来，来我办公室。三，天气太冷了，回来时别坐公共汽车了。我叫到一辆出租车，正准备上车呢。三，天气太冷了，回来时别坐公共汽车了。我叫到一辆出租车，正准备上车呢。四，怎么下雨了？我没带伞。我也没带。四，怎么下雨了？我没带伞。我也没带。五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不跑了？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脚一直疼。
五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不跑了？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脚一直疼。第二部分。Part 2。第六到十题，听句子判断对错。Questions 6 through 10.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六。乐乐，你出来的时候带把伞，外边下雨呢。乐乐现在不在外边。六。乐乐，你出来的时候带把伞，外边下雨呢。乐乐现在不在外边。七。王经理，您别着急，我现在就上楼去。王经理在楼下。七。王经理，您别着急，我现在就上楼去。王经理在楼下。八。你在这儿等我一下，我上去拿了钱就下来。他已经到楼上了。八。你在这儿等我一下，我上去拿了钱就下来。他已经到楼上了。九。我们快点进去喝杯热咖啡吧，这儿太冷了。他们现在在外边。九。我们快点进去喝杯热咖啡吧，这儿太冷了。他们现在在外边。十。同学们，你们快过来，到树下坐坐。同学们现在在树下。十。同学们，你们快过来，到树下坐坐。同学们现在在树下。第三部分。Part 3. 第十一到十五题，听短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。Questions 11 through 15. Listen to the short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 Example. 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，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十一。饭做好了，快过来吃。好，我打了电话就过去。女的让男的做什么？十一。
饭做好了，快过来吃。好，我打了电话就过去。女的让男的做什么？十二，请问方经理的办公室怎么走？就在前面，右边第二个房间1202，他外出办事了，现在不在。他们可能在哪儿？十二，请问方经理的办公室怎么走？就在前面，右边第二个房间1202。他外出办事了，现在不在。他们可能在哪儿？十三，每天坐车上班时间太长了，我们也买辆车吧。行啊，买了车，我就每天送你上班。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十三，每天坐车上班时间太长了，我们也买辆车吧。行啊，买了车，我就每天送你上班。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十四，你考得真好，是怎么学的？我每天学习，你到了家就玩电脑游戏，睡觉，不看书，能学好吗？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四，你考得真好，是怎么学的？我每天学习，你到了家就玩电脑游戏，睡觉，不看书，能学好吗？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五，今晚你吃的太多了，出去走走吧。行。我穿了衣服就去。女的想让男的做什么？十五，今晚你吃的太多了，出去走走吧。行，我穿了衣服就去。女的想让男的做什么？第四部分 Part 4 第16到20题听长对话选择正确答案 Questions 16 through 20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 例如 Example 晚饭做好了准备吃饭了等一会儿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十六。请问王宇在吗？对不起，他不在，下楼去送人了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几分钟就回来，他送了人就上来。王宇现在可能在哪儿？十六。请问王宇在吗？对不起，他不在，下楼去送人了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几分钟就回来。他送了人就上来。
王宇现在可能在哪儿？十七，大家都到了吗？王东还没到。谁有他的电话？我给他打电话了，他说去办公楼拿了东西就过来。王东为什么还没来？十七，大家都到了吗？王东还没到。谁有他的电话？我给他打电话了，他说去办公楼拿了东西就过来。王东为什么还没来？十八，我们真快，三十分钟就到了。是啊，小芳他们到哪儿了？他们走北边那条路，可能也快到了。那条路难走，可能要五十分钟。关于小芳他们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八，我们真快，三十分钟就到了。是啊，小芳他们到哪儿了？他们走北边那条路，可能也快到了。那条路难走，可能要五十分钟。关于小芳他们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九，你进来的时候看见小白了吗？没看见，你找他有事？我让他下去买午饭，还没回来。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吧。他们在哪儿？十九，你进来的时候看见小白了吗？没看见，你找他有事？我让他下去买午饭，还没回来。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吧。他们在哪儿？二十，你怎么还不吃饭？东东还没回来呢。你别着急，吃饭吧。都这么晚了，我能不着急吗？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，你怎么还不吃饭？东东还没回来呢。你别着急，吃饭吧。都这么晚了，我能不着急吗？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第三课，桌子上放着很多饮料。Lesson 3. There are plenty of drinks on the table. 一，听力。1. Listening. 第一部分。Part 1. 第一到五题，听对话，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。Questions 1 to 5.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 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答，好吗？一，这花茶在哪儿买的？真好喝。我也不知道，一个朋友送的。一，这花茶在哪儿买的？真好喝。我也不知道，一个朋友送的。二，
小心点儿，到了北京就给我打电话。好的，我下了飞机就给你打电话。二，小心点儿，到了北京就给我打电话。好的，我下了飞机就给你打电话。三，这些水果都很新鲜，你想吃什么？给我一个苹果吧。三，这些水果都很新鲜，你想吃什么？给我一个苹果吧。四，爸爸的生日快到了，我想送他一条裤子，你看这条怎么样？颜色不错，但是我觉得大了一点。四，爸爸的生日快到了，我想送他一条裤子，你看这条怎么样？颜色不错，但是我觉得大了一点。五，我想买件衬衫。颜色很多呀，你喜欢红的还是绿的？五，我想买件衬衫。颜色很多呀，你喜欢红的还是绿的？第二部分 Part 2，第六到十题，听句子判断对错。 Questions 6 through 10.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. 例如Example，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六，你还记得前边的那个女孩吗？去年我们去上海玩的时候认识的。她不认识那个女孩。六，你还记得前边的那个女孩吗？去年我们去上海玩的时候认识的。她不认识那个女孩。七，我记得这条裤子上个月是800元，现在只要400元，我一次买了两条。这条裤子现在便宜得多。七，我记得这条裤子上个月是800元，现在只要400元，我一次买了两条。这条裤子现在便宜得多。八，工作很累的时候可以听歌、玩游戏或者去运动，这样你会觉得舒服点。运动时可以听歌。八，工作很累的时候可以听歌、玩游戏或者去运动，这样你会觉得舒服点。运动时可以听歌。九，我刚买的鲜奶你放到哪儿了？我现在想喝。他不知道鲜奶在哪儿。九，我刚买的鲜奶你放到哪儿了？我现在想喝。
他不知道鲜奶在哪儿。十。你怎么只吃饭不吃菜呀？来，多吃点。他菜吃得很少。十。你怎么只吃饭不吃菜呀？来，多吃点。他菜吃得很少。第三部分。Part 3。 第十一到十五题，听短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。Questions 11 through 15. Listen to the short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。Example. 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，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十一。我的脚还没好，我们周末别去爬山了。好。那我们就在家看看电视，玩玩游戏。女的为什么不去爬山？十一。我的脚还没好，我们周末别去爬山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在家看看电视，玩玩游戏。女的为什么不去爬山？十二。今天买的冷饮很甜，你要不要喝点儿？不喝了，我打算睡觉了。男的为什么不喝冷饮？十二。今天买的冷饮很甜，你要不要喝点儿？不喝了，我打算睡觉了。男的为什么不喝冷饮？十三。你新给我买的那条裤子放哪儿了？我洗完衬衫就给你拿。女的在做什么？十三。你新给我买的那条裤子放哪儿了？我洗完衬衫就给你拿。女的在做什么？十四。你上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上课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对不起，是我不小心打错了。女的为什么给男的打电话？十四。你上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上课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对不起，是我不小心打错了。女的为什么给男的打电话？十五。桌子上面放着一杯咖啡，是你的吗？小丽放在那儿的。咖啡是谁的？十五。桌子上面放着一杯咖啡，是你的吗？小丽放在那儿的。咖啡是谁的？第四部分。Part 4。
第十六到二十题，听长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。Questions 16 through 20.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 Example 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十六。今天买什么了？我买了衬衫，还给妈妈买了一条裤子。那你给我买什么了？桌子上的饮料给你吧。女的给自己买什么了？十六。今天买什么了？我买了衬衫，还给妈妈买了一条裤子。那你给我买什么了？桌子上的饮料给你吧。女的给自己买什么了？十七，我的手机放哪儿了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别着急，慢慢想。你给我打个电话吧。好，没问题。女的为什么让男的给她打个电话？十七，我的手机放哪儿了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别着急，慢慢想。你给我打个电话吧。好，没问题。女的为什么让男的给她打个电话？十八，给我来杯绿茶吧。这儿没有绿茶。桌子上不是放着绿茶吗？那不是绿茶，是水果饮料。桌子上放着什么？十八，给我来杯绿茶吧。这儿没有绿茶。桌子上不是放着绿茶吗？那不是绿茶，是水果饮料。桌子上放着什么？十九，你送儿子上学吧。好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有点累。那你在家休息吧。女的怎么了？十九，你送儿子上学吧。好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有点累。那你在家休息吧。女的怎么了？二十。你不是要买牛肉吗？怎么买鱼了？去晚了，牛肉都卖完了。我看这条鱼很新鲜，就买了。是很好。对了，我们吃米饭还是面条？今天有鱼，我们吃米饭吧。女的为什么没买牛肉？二十。你不是要买牛肉吗？怎么买鱼了？去晚了，牛肉都卖完了。我看这条鱼很新鲜，就买了。是很好。对了，我们吃米饭还是面条？今天有鱼，我们吃米饭吧。女的为什么没买牛肉？
第四课，他总是笑着跟客人说话。Lesson 4. She always smiles when talking to customers. 一、听力。1. Listening. 第一部分。Part 1. 第一到五题，听对话，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。Questions 1 to 5.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 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一，你去做什么？我去看足球比赛。一，你去做什么？我去看足球比赛。二，那两个笑着看照片的女孩是谁？那是我妹妹和她的好朋友。二，那两个笑着看照片的女孩是谁？那是我妹妹和她的好朋友。三，我太饿了，我想吃块蛋糕。别吃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三，我太饿了，我想吃块蛋糕。别吃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四，你怎么总是站着？快坐吧。我吃了两块蛋糕，现在不想坐着。四，你怎么总是站着？快坐吧。我吃了两块蛋糕，现在不想坐着。五，我记得那家超市的西瓜又甜又新鲜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好，走吧。五，我记得那家超市的西瓜又甜又新鲜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好，走吧。第二部分。Part 2。第六到十题，听句子，判断对错。Questions 6 through 10.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六，这几天你总是不爱吃东西，是不是不舒服啊？这几天他吃的很少。六，这几天你总是不爱吃东西，是不是不舒服啊？这几天他吃的很少。七，他又聪明又努力，老师的问题他都会回答。他学习很好。七，他又聪明又努力，老师的问题他都会回答。他学习很好。
八。你知道我手机里还有多少钱吗？还有一元、一角、一分，三个一。他手机里钱不多了。八。你知道我手机里还有多少钱吗？还有一元、一角、一分，三个一。他手机里钱不多了。九。妈妈很热情，总是帮助人，所以大家有问题都会来找她。妈妈现在有问题。九。妈妈很热情，总是帮助人，所以大家有问题都会来找她。妈妈现在有问题。十。同学们，谁能告诉我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？他在请人回答问题。十。同学们，谁能告诉我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？他在请人回答问题。第三部分。Part 3。第十一到十五题，听短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。Questions 11 through 15. Listen to the short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 Example. 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，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十一，你怎么总是听着音乐写作业？别听了，认真写吧。没关系，你看我写的都对。女的让男的做什么？十一，你怎么总是听着音乐写作业？别听了，认真写吧。没关系，你看我写的都对。女的让男的做什么？十二，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吗？家里有人来做客，你下了班就回来吧。女的让男的做什么？十二，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吗？家里有人来做客，你下了班就回来吧。女的让男的做什么？十三，下课了，同学们都去哪儿啊？今天下午有篮球比赛，我们要去看球赛。同学们要做什么？十三，下课了，同学们都去哪儿啊？今天下午有篮球比赛，我们要去看球赛。同学们要做什么？十四，你真的要去国外上学？是，我爸妈也想让我去，说年轻的时候多出去走走很好。关于女的
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四，你真的要去国外上学？是，我爸妈也想让我去，说年轻的时候多出去走走很好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五，请你来回答这个问题，好吗？对不起，你说的太快了，我没听懂你的问题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五，请你来回答这个问题，好吗？对不起，你说的太快了，我没听懂你的问题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第四部分 Part 4 第16到20题听长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 Questions 16 through 20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 Example 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十六，你儿子上学了吗？现在几年级？他现在2年级。学习怎么样？还可以，很努力，每天都复习写作业。关于儿子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六，你儿子上学了吗？现在几年级？他现在2年级。学习怎么样？还可以，很努力，每天都复习写作业。关于儿子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七，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吗？是啊。漂亮吧？很漂亮。是什么时候照的？小学5年级。你看，我那时多瘦啊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七。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吗？是啊，漂亮吧？很漂亮。是什么时候照的？小学5年级。你看我那时多瘦啊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八，站着吃蛋糕的那个人是谁？我们公司新来的年轻人小周。什么？他姓什么？姓周，小周又漂亮又热情，以后有时间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。关于小周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八，站着吃蛋糕的那个人是谁？我们公司新来的年轻人小周。什么？他姓什么？姓周，小周又漂亮又热情，以后有时间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。关于小周，可以知道什么？
十九。你站那么高，小心点儿。好的，你看，照片放在这儿怎么样？往右边一点吧。现在好了吧？他们在做什么？十九。你站那么高，小心点儿。好的，你看，照片放在这儿怎么样？往右边一点吧。现在好了吧？他们在做什么？二十。周末你别总是坐着看电视，出去运动一下吧。好啊，我们去爬山怎么样？今天我腿疼，就去楼下走一走吧。好吧，我们走着去超市买点菜。他们打算做什么？二十。周末你别总是坐着看电视，出去运动一下吧。好啊，我们去爬山怎么样？今天我腿疼，就去楼下走一走吧。好吧，我们走着去超市买点菜。他们打算做什么？第五课，我最近越来越胖了。Lesson 5. I am getting fatter and fatter lately. 一，听力。1. Listening. 第一部分。Part 1. 第一到五题，听对话，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。Questions 1 to 5.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. 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答，好吗？一，树和草都绿了。天气真好。是啊，我们要多出来走走，在草地上坐坐。一，树和草都绿了，天气真好。是啊，我们要多出来走走，在草地上坐坐。二，这条裤子怎么样？你已经有那么多裤子了。买条裙子吧。二，这条裤子怎么样？你已经有那么多裤子了，买条裙子吧。三，您要做什么？我来帮您吧。不用帮，我一个人可以。谢谢你。三，您要做什么？我来帮您吧。不用帮，我一个人可以。谢谢你。四，春天到了，花儿都开了。是啊，你看它们开得多好。四，春天到了，花儿都开了。是啊，你看它们开得多好。五，医生，我怎么了？你有点感冒，我给你开点药。五，医生，我怎么了？你有点感冒。第二部分。Part 2。第六到十题，听句子，判断对错。Questions 6 through 10.
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六。最近天气越来越冷，还总是下雨。这几天的天气不太好。六。最近天气越来越冷，还总是下雨。这几天的天气不太好。七。我感冒好了，明天你不用来照顾我了。现在他的病好了。七。我感冒好了，明天你不用来照顾我了。现在他的病好了。八。小芳最近越来越胖，去年买的裙子都不能穿了。小芳现在比去年瘦。八。小芳最近越来越胖，去年买的裙子都不能穿了。小芳现在比去年瘦。九。我儿子最近瘦了，工作太忙，没时间吃饭。儿子不想吃饭，所以瘦了。九。我儿子最近瘦了，工作太忙，没时间吃饭。儿子不想吃饭，所以瘦了。十。天气越来越热，大家穿的越来越少。冬天快到了。十。天气越来越热，大家穿的越来越少。冬天快到了。第三部分。Part 3。第十一到十五题，听短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。Questions 11 through 15. Listen to the short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例如 Example 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，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，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十一。医生，我的病用吃药吗？不用吃药，回家多喝些水，多吃些水果。男的让女的做什么？十一。医生，我的病用吃药吗？不用吃药，回家多喝些水，多吃些水果。男的让女的做什么？十二。
听说你最近不舒服，好些了吗？前天感冒，昨天发烧，头也越来越疼。女的现在怎么样了？十二。听说你最近不舒服，好些了吗？前天感冒，昨天发烧，头也越来越疼。女的现在怎么样了？十三。上次我为你介绍的那个女朋友怎么样？人很不错，又聪明又漂亮，谢谢你。男的为什么说谢谢？十三。上次我为你介绍的那个女朋友怎么样？人很不错，又聪明又漂亮，谢谢你。男的为什么说谢谢？十四。我觉得汉语越来越难了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越来越容易，也越来越有意思呀？女的觉得汉语怎么样？十四。我觉得汉语越来越难了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越来越容易，也越来越有意思呀？女的觉得汉语怎么样？十五。你不是发烧了吗？怎么还来上班？我吃了药，好些了。男的现在怎么样了？十五。你不是发烧了吗？怎么还来上班？我吃了药，好些了。男的现在怎么样了？第四部分。Part 4。第十六到二十题，听长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。Questions 16 through 20.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 Example. 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。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十六。我喜欢三月，因为天气不那么冷了。我喜欢五月，草和树都绿了，花也开了。我也喜欢六月，大家不用穿冬天的衣服了。我喜欢一月、二月、七月和八月，因为不用去上课了。男的为什么喜欢七月和八月？十六。我喜欢三月，因为天气不那么冷了。我喜欢五月，草和树都绿了，花也开了。我也喜欢六月，大家不用穿冬天的衣服了。我喜欢一月、二月、七月和八月，因为不用去上课了。男的为什么喜欢七月和八月？
十七。现在天长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天长了就是天黑得越来越晚。我懂了，就是白天的时间越来越长了。天长了是什么意思？十七。现在天长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天长了就是天黑得越来越晚。我懂了，就是白天的时间越来越长了。天长了是什么意思？十八。今天好些了吗？这几天一直吃药，现在好些了，腿也不疼了。那不用再吃药了。太好了，谢谢您。这两个人可能是什么关系？十八。今天好些了吗？这几天一直吃药，现在好些了，腿也不疼了。那不用再吃药了。太好了，谢谢您。这两个人可能是什么关系？十九。你看，天晴了。这么快就不下雨了，我们出去吧。好啊，带孩子们去外边买些花回来。好，我去叫他们。他们要做什么？十九。你看，天晴了。这么快就不下雨了，我们出去吧。好啊，带孩子们去外边买些花回来。好，我去叫他们。他们要做什么？二十。我要买裤子了，这条裤子现在已经不能穿了。你瘦了吗？什么呀，我要买条大一号的。你现在吃的越来越多，也不运动，能不胖吗？男的有什么问题？二十。我要买裤子了，这条裤子现在已经不能穿了。你瘦了吗？什么呀，我要买条大一号的。你现在吃的越来越多，也不运动，能不胖吗？男的有什么问题？第六课，怎么突然找不到了？Lesson 6. Why are they suddenly missing? 一, 听力 1. Listening 第一部分 Part 1. 第一到五题，听对话，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。Questions 1 to 5.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.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 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一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听不清楚。我让你快点过来。一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听不清楚。我让你快点过来。二，怎么突然不下了？是啊，刚才还下得那么大。
二。怎么突然不下了？是啊，刚才还下得那么大。三。喂，你今天不出来跟大家一起玩了吗？对不起，我孩子太小，离不开人。三。喂，你今天不出来跟大家一起玩了吗？对不起，我孩子太小，离不开人。四。喂，我的车可能有点问题，你能过来帮个忙吗？我现在就过去，你在哪儿？四。喂，我的车可能有点问题，你能过来帮个忙吗？我现在就过去，你在哪儿？五。树那么远，你看得清楚吗？我有眼镜，看得清楚。五。树那么远，你看得清楚吗？我有眼镜。第二部分 Part 2 第六到十题，听句子判断对错。 Questions 6 through 10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六。外边特别冷，你出去的时候多穿点。伞呢？带把伞吧，可能要下雨。外面下雪了。六。外边特别冷，你出去的时候多穿点。伞呢？带把伞吧，可能要下雨。外面下雪了。七。车上那么多人，我们还有这么多东西，等下一辆吧，五分钟就来车了。这辆车他们不打算上去。七。车上那么多人，我们还有这么多东西，等下一辆吧，五分钟就来车了。这辆车他们不打算上去。八。小丽，我刚看见你给我打的电话，刚才我去楼下送客人了，没带手机。你找我有事吗？他正在打电话。八。小丽，我刚看见你给我打的电话，刚才我去楼下送客人了，没带手机。你找我有事吗？他正在打电话。九。我每天早上都去公园跑步锻炼身体。他每天都运动。九。我每天早上都去公园跑步锻炼身体。他每天都运动。
十。昨天的作业真容易，我不到一个小时就写完了。小丽，你的作业呢？带了吗？他想知道小丽觉得作业难不难。十。昨天的作业真容易，我不到一个小时就写完了。小丽，你的作业呢？带了吗？他想知道小丽觉得作业难不难。第三部分 Part 3，第十一到十五题，听短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。Questions 11 through 15. Listen to the short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 Example 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，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，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十一，饭桌上的蛋糕怎么没吃完？你们吃饱了吗？你买的太多了，刚才还吃了很多饭，怎么吃得完呀？女的是什么意思？十一，饭桌上的蛋糕怎么没吃完？你们吃饱了吗？你买的太多了，刚才还吃了很多饭，怎么吃得完呀？女的是什么意思？十二，这个题我还不太清楚怎么做。我都讲了三次了，你怎么还听不明白？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二，这个题我还不太清楚怎么做。我都讲了三次了，你怎么还听不明白？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三，小雨呢？在你们这儿吗？刚才还在这儿跟我们聊天呢。您去旁边的办公室问问。女的在做什么？十三，小雨呢？在你们这儿吗？刚才还在这儿跟我们聊天呢。您去旁边的办公室问问。女的在做什么？十四，你怎么了？突然说要用我的车，你的车呢？我弟弟去外地，他开走了，这几天回不来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四，你怎么了？突然说要用我的车，你的车呢？我弟弟去外地，他开走了，这几天回不来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五，喂，你下飞机了吗？吃饭了没有？我刚到宾馆，刚才跟朋友在下边的花园聊天，聊得特别高兴，还没吃饭呢。男的现在在哪儿？十五，喂，你下飞机了吗？吃饭了没有？
我刚到宾馆，刚才跟朋友在下边的花园聊天，聊得特别高兴，还没吃饭呢。男的现在在哪儿？第四部分 Part 4 第16到20题听长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。Questions 16 through 20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 Example 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�儿，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16你妻子找到新工作了吗？还没呢，她刚离开学校，最近一直在家休息。你问问她，想不想来我们公司？谢谢你，我回家就告诉她。关于男的的妻子，可以知道什么？16你妻子找到新工作了吗？还没呢。他刚离开学校，最近一直在家休息。你问问他，想不想来我们公司？谢谢你，我回家就告诉他。关于男的的妻子，可以知道什么？17这些都是你女儿的照片吗？对，这是今年的，那是她6岁时的。你女儿越来越漂亮了。谢谢，她最爱听这些了。关于女儿，可以知道什么？17这些都是你女儿的照片吗？对，这是今年的，那是她6岁时的。你女儿越来越漂亮了。谢谢，她最爱听这些了。关于女儿，可以知道什么？18我刚到北京，晚上总是睡不着。我睡不着的时候喜欢看电视，你也看看吧。我听不懂汉语，也看不懂汉字，多没意思啊。那跟我聊聊天吧。男的有什么问题？18我刚到北京，晚上总是睡不着。我睡不着的时候喜欢看电视，你也看看吧。我听不懂汉语，也看不懂汉字，多没意思啊。那跟我聊聊天吧。男的有什么问题？19怎么回来这么晚？去哪儿了？你不是让我给小猫买点吃的吗？刚才我去商店了。商店就在楼下，你还去什么地方了？刚出商店，有个孩子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我过去帮他给他家里打了个电话。男的为什么回来晚了？19怎么回来这么晚？去哪儿了？你不是让我给小猫买点吃的吗？刚才我去商店了。商店就在楼下，你还去什么地方了？刚出商店，
有个孩子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我过去帮他给他家里打了个电话。男的为什么回来晚了？二十，看，前边那个人是不是周鹏？离得太远，我看不清楚。我们快点走过去，看看是不是他。刚才买了这么多东西，你也不帮我拿，我走不快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，看。前边那个人是不是周鹏？离得太远，我看不清楚。我们快点走过去，看看是不是他。刚才买了这么多东西，你也不帮我拿，我走不快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第七课，我跟他都认识五年了。Lesson 7. I've known her for 5 years. 一、听力。1. Listening. 第一部分。Part 1. 第一到五题，听对话，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。Questions 1 to 5.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 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答，好吗？一，你看看，只有半个小时了。快要迟到了，你别着急，走路15分钟就到了。一，你看看，只有半个小时了，快要迟到了。你别着急，走路15分钟就到了。二，你都睡了10几个钟头了，快要迟到了。我想多睡会儿，太累了。二，你都睡了10几个钟头了，快要迟到了。我想多睡会儿，太累了。三，你慢点走，刚爬了几分钟你就累了。三，你慢点走，刚爬了几分钟你就累了。四，我都看了20分钟报纸了，车怎么还不来？再等等，快来了。四，我都看了20分钟报纸了，车怎么还不来？再等等，快来了。五，欢迎你来我们银行。经理您好，我一定好好工作。五，欢迎你来我们银行。经理您好，我一定好好工作。第二部分。Part 2。第6到10题，听句子，判断对错。Questions 6 through 10.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1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
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六，我是2010年开始工作的，在银行工作了两年以后，来到了这家公司。他现在在银行上班。六，我是2010年开始工作的，在银行工作了两年以后，来到了这家公司。他现在在银行上班。七，飞机可能晚到十分钟，您再等一会儿吧。他们还要等。七，飞机可能晚到十分钟，您再等一会儿吧。他们还要等。八，我对爬山不感兴趣，爬山太累了。他喜欢跟朋友一起去爬山。八，我对爬山不感兴趣，爬山太累了。他喜欢跟朋友一起去爬山。九，小刚在门口站了一个小时，小芳也没出来。小刚在等人。九，小刚在门口站了一个小时，小芳也没出来。小刚在等人。十，他已经八十多岁了，可是身体好，爱运动，还喜欢听年轻人唱的歌。他对音乐不感兴趣。十，他已经八十多岁了，可是身体好，爱运动，还喜欢听年轻人唱的歌。他对音乐不感兴趣。第三部分 Part 3 第十一到十五题，听短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。Questions 11 through 15 Listen to the short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 Example 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，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，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十一，雨下得这么大，你家离这儿太远了，怎么办啊？没关系，我坐出租车半个小时就回去了。女的准备怎么回去？十一，雨下得这么大，你家离这儿太远了，怎么办啊？没关系，我坐出租车半个小时就回去了。女的准备怎么回去？十二，你哪儿不舒服？白医生，我头疼了一个星期了，都没去上课，怎么办呢？女的怎么了？十二，你哪儿不舒服？白医生，
我头疼了一个星期了，都没去上课，怎么办呢？女的怎么了？13。你周末喜欢做什么？我不爱运动，周末就在家看看电视。女的对什么没有兴趣？13。你周末喜欢做什么？我不爱运动，周末就在家看看电视。女的对什么没有兴趣？14。今天的工作我还没做完，你来帮帮我好吗？行啊，不过到时候你要请我吃饭。男的和女的可能是什么关系？14。今天的工作我还没做完，你来帮帮我好吗？行啊，不过到时候你要请我吃饭。男的和女的可能是什么关系？15。这是什么电影啊？我看了半天也没看懂。很多人都是这样，你再看一会儿就明白了。男的看了多长时间电影了？15。这是什么电影啊？我看了半天也没看懂。很多人都是这样，你再看一会儿就明白了。男的看了多长时间电影了？4. Part 4. 16-20听长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。Questions 16-20.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 Example. 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。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16。我下个月结婚，到时候欢迎你来。什么？结婚？突然吗？其实我和我男朋友认识已经5年了。就是那天来公司接你的那个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16。我下个月结婚，到时候欢迎你来。什么？结婚？突然吗？其实我和我男朋友认识已经5年了。就是那天来公司接你的那个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17。喂，我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刚下飞机，我穿着红衣服，你呢？我穿着白裤子，你看见我了吗？看见了，看见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17。喂，我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，你在哪儿呢？
我刚下飞机，我穿着红衣服，你呢？我穿着白裤子，你看见我了吗？看见了，看见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18。你为什么不在书店工作了？那不是我喜欢的。我在那儿工作了半年以后，就来了这家银行。现在的工作怎么样？很好，我很喜欢。女的现在在哪儿工作？18。你为什么不在书店工作了？那不是我喜欢的。我在那儿工作了半年以后，就来了这家银行。现在的工作怎么样？很好，我很喜欢。女的现在在哪儿工作？19。我2岁大的儿子对音乐感兴趣。是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电视上有人唱歌，他也一起唱。有时候大家在吃饭，他也唱。女的的儿子喜欢什么？19。我2岁大的儿子对音乐感兴趣。是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电视上有人唱歌，他也一起唱。有时候大家在吃饭，他也唱。女的的儿子喜欢什么？20。祝你生日快乐，这个送给你。什么呀？打开看看。音乐会的票，我太喜欢了，谢谢你。女的对什么感兴趣？20。祝你生日快乐，这个送给你。什么呀？打开看看。音乐会的票，我太喜欢了，谢谢你。女的对什么感兴趣？18课，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Lesson 8. I'll go wherever you go. 1. 听力。1. Listening. 第一部分。Part 1. 第一到五题，听对话，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。Questions 1 to 5.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 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答，好吗？一，15层太高了，我都害怕向下看了。我明白了，那我们看看别的房子。一，15层太高了，我都害怕向下看了。我明白了，那我们看看别的房子。二，我是第一次来看大熊猫。我也是。你看这些大熊猫多可爱呀。二，我是第一次来看大熊猫。我也是。你看这些大熊猫多可爱呀。三，都9:01了，你怎么还不起床？星期天又不上班，
你也不让我多睡一会儿。三，都九点一刻了，你怎么还不起床？星期天又不上班，你也不让我多睡一会儿。四，我们是不是走错了？怎么还没到？别着急，就在前面，马上就到了。四，我们是不是走错了？怎么还没到？别着急，就在前面，马上就到了。五，眼镜怎么样？你觉得满意吗？还不错，你看我的变化很大。五，眼镜怎么样？你觉得满意吗？还不错，你看我的变化很大。第二部分 Part 2 第六到十题，听句子判断对错。 Questions 6 through 10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六，以前周经理的办公室在一层，最近他搬到了六层，开始坐电梯了。周经理换办公室了。六，以前周经理的办公室在一层，最近他搬到了六层，开始坐电梯了。周经理换办公室了。七，我明天就回国了，以后不能总跟你见面了，有事请给我电话吧。他们以前总是见面。七，我明天就回国了，以后不能总跟你见面了，有事请给我电话吧。他们以前总是见面。八，我喜欢自学，没事的时候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读一本好书是我最大的快乐。他喜欢安静的地方。八，我喜欢自学，没事的时候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读一本好书是我最大的快乐。他喜欢安静的地方。九，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这个电梯只到十层，您去十二层要坐右边那个电梯。那位小姐要去十层。九，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这个电梯只到十层，您去十二层要坐右边那个电梯。那位小姐要去十层。十，603房间的客人刚才打电话来说洗手间有问题，你去看一下吧。他现在在洗手间。十，603房间的客人刚才打电话来说洗手间有问题，你去看一下吧。
他现在在洗手间。第三部分 Part 3第十一到十五题，听短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。Questions 11 through 15. Listen to the short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 Example 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，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，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十一，我想再喝一杯可乐。再喝一杯，你晚上就别想睡觉了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十一，我想再喝一杯可乐。再喝一杯，你晚上就别想睡觉了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十二，别害怕，只是感冒。休息两天就好了。那我让妈妈来照顾我几天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二。别害怕，只是感冒。休息两天就好了。那我让妈妈来照顾我几天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三，小姐，请问这儿有人吗？我可以坐这儿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朋友去洗手间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十三，小姐，请问这儿有人吗？我可以坐这儿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朋友去洗手间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十四，我儿子又没考好，真着急。别着急，孩子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。女的为什么着急？十四，我儿子又没考好，真着急。别着急，孩子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。女的为什么着急？十五，明天要去面试。这两条裙子你穿哪条？哪条好看我就穿哪条。你再帮我拿一下那件白衬衫。女的明天做什么？十五，明天要去面试。这两条裙子你穿哪条？哪条好看我就穿哪条。你再帮我拿一下那件白衬衫。女的明天做什么？第四部分 Part 4第十六到二十题，听长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。Questions 16 through 20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 Example 晚饭做好了，
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16。小丽，是你呀？你也来这儿买东西啊？是啊，这家超市的东西很便宜。好久不见，我们找个地方坐坐。好啊，下了电梯有一个咖啡馆，我们去那儿吧。他们要去哪儿？16。小丽，是你呀？你也来这儿买东西啊？是啊，这家超市的东西很便宜。好久不见，我们找个地方坐坐。好啊，下了电梯有一个咖啡馆，我们去那儿吧。他们要去哪儿？17。你吃药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吃完饭再吃。今天我们吃面条？是，吃鸡蛋面，马上就好。他们今天吃什么？17。你吃药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吃完饭再吃。今天我们吃面条？是，吃鸡蛋面，马上就好。他们今天吃什么？18。您好，我的雨伞可能忘在你们饭店了。您的雨伞是什么颜色的？黑色的。是这个吗？我们在洗手间里看到的。男的为什么去饭店？18。您好，我的雨伞可能忘在你们饭店了。您的雨伞是什么颜色的？黑色的。是这个吗？我们在洗手间里看到的。男的为什么去饭店？19。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好啊，哪天？你哪天不忙，我们就哪天吃。那明天中午，老地方见吧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19。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好啊，哪天？你哪天不忙，我们就哪天吃。那明天中午，老地方见吧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0。你这次汉语考得怎么样？90分。你呢？我考得不太好，我只会做第一题。汉字几乎一个都不会写。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0。你这次汉语考得怎么样？90分。你呢？我考得不太好，我只会做第一题。汉字几乎一个都不会写。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9课，他的汉语说的跟中国人一样好。
Lesson 9. She speaks Chinese like a native. 一、听力。 1. Listening. 第一部分。 Part 1. 第一到五题，听对话，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。Questions 1 to 5.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 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答，好吗？一，大明，你看我的眼睛是不是跟熊猫一样了？怎么，昨天又没睡好？别总想工作的事，好好休息。一，大明，你看我的眼睛是不是跟熊猫一样了？怎么，昨天又没睡好？别总想工作的事，好好休息。二，方老师，这次中文比赛的第一是您班的学生吗？是，这个小男孩叫天天，他第一次参赛就拿了第一。二，方老师，这次中文比赛的第一是您班的学生吗？是，这个小男孩叫天天，他第一次参赛就拿了第一。三，这山怎么越爬越高啊？还有多远？我对这儿比较了解，再爬一个小时就到了，先休息会儿吧。三，这山怎么越爬越高啊？还有多远？我对这儿比较了解，再爬一个小时就到了，先休息会儿吧。四，你说的真好，几乎跟中国人一样。哪里哪里，大家说的都很好。四，你说的真好，几乎跟中国人一样。哪里哪里，大家说的都很好。五，芳芳，这是你们班的照片吗？对，爸。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中间这个是我们班周老师，周老师旁边这个男孩叫珊珊，他上课总是迟到。五，芳芳，这是你们班的照片吗？对，爸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中间这个是我们班周老师，周老师旁边这个男孩叫珊珊，他上课总是迟。第二部分 Part 2 第六到十题，听句子判断对错。 Questions 6 through 10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六，十二月的南方，房间里跟房间外一样冷，所以回家了，大家也要穿很多衣服。南方十二月的时候，房间里不太冷。六，
12月的南方，房间里跟房间外一样冷，所以回家了，大家也要穿很多衣服。南方12月的时候，房间里不太冷。七，这本书写得真不错，越看越有意思，你也看看吧。他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。七，这本书写得真不错，越看越有意思，你也看看吧。他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。八，雪越下越大，外边的房子、树和路都变白了。现在不下雪了。八，雪越下越大，外边的房子、树和路都变白了。现在不下雪了。九，我昨天新买的手机跟以前的不太一样，你来帮我看看怎么用，可以吗？他以前的手机和现在的是一样的。九，我昨天新买的手机跟以前的不太一样，你来帮我看看怎么用，可以吗？他以前的手机和现在的是一样的。十，我喜欢手表，周月也跟我一样，但是他更喜欢大一点的。周月喜欢手表。十，我喜欢手表，周月也跟我一样，但是他更喜欢大一点的。周月喜欢手表。第三部分 Part 3 第11到15题，听短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。 Questions 11 through 15 Listen to the short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 Example 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，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，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十一，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？照片上的你跟现在不太一样。是去年夏天的，那时候我是长头发，也比较瘦。女的现在怎么样？十一，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？照片上的你跟现在不太一样。是去年夏天的，那时候我是长头发，也比较瘦。女的现在怎么样？十二，小芳，我真为你高兴，希望你越学越好。谢谢老师，我一定努力，下次考试还拿第一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二，小芳，我真为你高兴，希望你越学越好。谢谢老师，我一定努力。下次考试还拿第一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
十三，妈，你的鱼越做越好，跟饭馆的一样好吃。那你多吃点，以后我每个星期都给你做一次，怎么样？女的做鱼做得怎么样？十三，妈，你的鱼越做越好，跟饭馆的一样好吃。那你多吃点，以后我每个星期都给你做一次，怎么样？女的做鱼做得怎么样？十四，您好，来一个西瓜，要甜点的，不要太大的。现在西瓜便宜，给您来个大的吧，西瓜越大越甜。什么样的西瓜比较甜？十四，您好，来一个西瓜，要甜点的，不要太大的。现在西瓜便宜，给您来个大的吧，西瓜越大越甜。什么样的西瓜比较甜？十五，你汉语只学了不到半年，说得这么好，以前你不是不想学吗？其实汉语跟我以前想的一点也不一样，越学越有意思，也不觉得难了。女的以前觉得汉语怎么样？十五，你汉语只学了不到半年，说得这么好，以前你不是不想学吗？其实汉语跟我以前想的一点也不一样，越学越有意思，也不觉得难了。女的以前觉得汉语怎么样？第四部分。Part 4。第十六到二十题，听长对话。选择正确答案。Questions 16 through 20.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 Example. 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。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十六。老师，上次比赛每个人要讲三分钟，这次呢？跟上次一样，参赛的同学每人最少讲三分钟。还要回答老师的问题吗？对，三个老师每人问一个问题，你一定没问题，不用担心。关于这次比赛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六。老师，上次比赛每个人要讲三分钟，这次呢？跟上次一样。参赛的同学每人最少讲三分钟。还要回答老师的问题吗？对，三个老师每人问一个问题，你一定没问题，不用担心。关于这次比赛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七，你好，我叫周月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谢东。你姓什么？是谢谢的谢吗？不是，跟
了解的解一样，但是做姓的时候读谢。男的姓什么？十七。你好，我叫周月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谢东。你姓什么？是谢谢的谢吗？不是，跟了解的解一样，但是做姓的时候读谢。男的姓什么？十八。刚才是大晴天，现在怎么下雨了？还越下越大。夏天天气变得快，我们坐出租车回家吧。大家想的都跟你一样。你看，你叫得到车吗？那先去路边小商店买把伞吧。他们现在要去做什么？十八。刚才是大晴天，现在怎么下雨了？还越下越大。夏天天气变得快，我们坐出租车回家吧。大家想的都跟你一样。你看，你叫得到车吗？那先去路边小商店买把伞吧。他们现在要去做什么？十九。你们去爬山了，怎么样？一定很累吧？越高的地方越冷，山路也越难走，但是特别漂亮。虽然已经是春天了，可是山上跟山下一点也不一样，还都是白的。我越听越想去看看，下次你们也带我一起去吧。好，下次去一定告诉你。关于这次爬山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九。你们去爬山了，怎么样？一定很累吧？越高的地方越冷，山路也越难走，但是特别漂亮。虽然已经是春天了，可是山上跟山下一点也不一样，还都是白的。我越听越想去看看。下次你们也带我一起去吧。好，下次去一定告诉你。关于这次爬山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。天气真热，我们喝点东西吧。给你饮料。谢谢，我带了热茶。夏天喝热茶，那不是越喝越热吗？中国人跟你们不太一样，天气越热，我们越想喝点热的，比较舒服。天气热的时候，女的喝什么？二十。天气真热，我们喝点东西吧。给你饮料。谢谢。我带了热茶。夏天喝热茶，那不是越喝越热吗？中国人跟你们不太一样，天气越热，我们越想喝点热的，比较舒服。天气热的时候，女的喝什么？第十课，数学比历史难多了。Lesson 10, Maths is much harder than history. 一、听力。One, listening. 第一部分。Part 1. 第一到五题，听对话。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。Questions 1 to 5.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.
例如 Example 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一，妈，你看，给笑笑讲题的那个就是我们班数学老师。他个子真高，讲得怎么样？一，妈，你看，给笑笑讲题的那个就是我们班数学老师。他个子真高，讲得怎么样？二，喂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喂，喂，你等一会儿，我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再跟你说。二，喂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喂，喂，你等一会儿，我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再跟你说。三，谢谢你们请我们吃饭，这家饭馆的环境真好，菜也很好吃，特别是主菜。我很高兴你们喜欢这个地方，下次我们再来。三，谢谢你们请我们吃饭，这家饭馆的环境真好，菜也很好吃，特别是主菜。我很高兴你们喜欢这个地方，下次我们再来。四，听说你们店可以用旧车换新车。对，这边请，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吧。您有旧车吗？四，听说你们店可以用旧车换新车。对，这边请，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吧。您有旧车吗？五，看，那么多人踢足球，他们在比赛吗？不是，他们在上体育课呢。五，看，那么多人踢足球，他们在比赛吗？不是，他们在上。第二部分 Part 2 第六到十题，听句子判断对错。Questions 6 through 10.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. 例如 Example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六，地面上怎么都是雪？昨天我女朋友还穿裙子呢，今天怎么就下雪了？今天比昨天冷得多。六，地面上怎么都是雪？昨天我女朋友还穿裙子呢，今天怎么就下雪了？今天比昨天冷得多。七，走，找个环境好的地方，我早就想跟你聊聊了。这附近有没有安静点的咖啡店？他们要回家了。七，走，找个环境好的地方，我早就想跟你聊聊了。这附近有没有安静点的咖啡店？他们要回家了。
八。我爸爸身体那么好，主要是因为每天锻炼。爸爸很健康，因为他喜欢运动。八。我爸爸身体那么好，主要是因为每天锻炼。爸爸很健康，因为他喜欢运动。九。我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，中午也不能休息，能不累吗？他每天工作很累。九。我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，中午也不能休息，能不累吗？他每天工作很累。十。我儿子的学习比以前好多了，主要是他有兴趣了。以前儿子不喜欢学习。十。我儿子的学习比以前好多了，主要是他有兴趣了。以前儿子不喜欢学习。第三部分。Part 3。第十一到十五题，听短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。Questions 11 through 15. Listen to the short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 Example. 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，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十一，前边有卖水果的，我们买点苹果吧。现在是换季的时候，苹果不一定好吃，别买太多，买两三个就行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十一，前边有卖水果的，我们买点苹果吧。现在是换季的时候，苹果不一定好吃。别买太多，买两三个就行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十二。今天怎么样？还发烧吗？吃了药比昨天好一些了，但还头疼。女的现在怎么样了？十二。今天怎么样？还发烧吗？吃了药比昨天好一些了，但还头疼。女的现在怎么样了？十三。小刚，方明高还是你高？他个子也不高，只比我高一点儿。小刚和方明谁高？十三。小刚，方明高还是你高？他个子也不高，只比我高一点儿。小刚和方明谁高？十四。怎么还没到？我都看了三四个电影了。我们是从中国到美国，还要再飞五六个小时。你睡一会儿，或者再看几个电影。他们可能在哪儿？十四。
怎么还没到？我都看了三四个电影了。我们是从中国到美国，还要再飞五六个小时。你睡一会儿，或者再看几个电影。他们可能在哪儿？十五。喂，你好，请找一下王老师。我们这儿有三四个姓王的老师呢，您找哪一个？这个地方有几个姓王的老师？十五。喂，你好，请找一下王老师。我们这儿有三四个姓王的老师呢，您找哪一个？这个地方有几个姓王的老师？第四部分 Part 4 第十六到二十题，听长对话，选择正确答案。 Questions 16 through 20.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. 例如 Example 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十六。你要出去吗？小丽，我问你，去中山南路骑自行车快还是坐公共汽车快？这个时间，骑车比坐公共汽车快得多。你这么着急，要去上课吗？不，我要去见女朋友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六，你要出去吗？小丽，我问你，去中山南路骑自行车快还是坐公共汽车快？这个时间，骑车比坐公共汽车快得多。你这么着急，要去上课吗？不，我要去见女朋友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七，明天是晴天还是阴天？上午下雪，下午就晴了。太好了，明天可以穿我的新裙子了。雪后晴天比下雪时冷得多，你不知道吗？男的是什么意思？十七，明天是晴天还是阴天？上午下雪，下午就晴了。太好了，明天可以穿我的新裙子了。雪后晴天比下雪时冷得多，你不知道吗？男的是什么意思？十八。我昨天换了辆新车，比那辆旧的舒服多了。又换了？你已经换了四五辆了吧？多少钱？不贵，一百多。我那辆旧车送给你吧。一百多？自行车呀？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八。我昨天换了辆新车，比那辆旧的舒服多了。又换了？你已经换了四五辆了吧？多少钱？不贵，一百多。我那辆旧车送给你吧。一百多？
自行车呀。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九。你女儿个子真高，比你高多了吧？其实我跟她一样高，只是她比我瘦多了。她今年多大？十七八岁？在哪儿学习呢？今年十九了，正在国外学习，学历史和数学。关于女的和她女儿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九。你女儿个子真高，比你高多了吧？其实我跟她一样高，只是她比我瘦多了。她今年多大？十七八岁？在哪儿学习呢？今年十九了，正在国外学习，学历史和数学。关于女的和她女儿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。走了两三个小时了，还买了这么多东西，真累。我们休息一会儿吧。那就在这儿坐坐，喝点水。楼上有个咖啡店，比这儿安静得多，环境也不错，还有音乐。也好，我们上去喝点饮料。他们要做什么？二十。走了两三个小时了，还买了这么多东西，真累。我们休息一会儿吧。那就在这儿坐坐，喝点水。楼上有个咖啡店，比这儿安静得多，环境也不错，还有音乐。也好，我们上去喝点饮料。他们要做什么？